我是诗诗，那现在我就身在这个吉隆坡的一个地方叫做 Track Cal， 那这里就是很多酒吧的一个地方啦。那我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大家看到我身后旁边这里有一个叫做 YG Republic， 是你没有听错，是你想象的那个 YG， 就是 YG Entertainment 的这个公司。有去过首尔的朋友们，可能如果你是喜欢 YG 家的艺人的话，你们去首尔都会去那个他们家的那个餐厅吧，就是在马来西亚开第一个，好像是第一个海外的餐厅的一个分店。那今天就是来参加他的开幕典礼，而且今天开幕典礼也有请了蛮厉害、分量级很重的嘉宾。那到底是谁呢？先卖个关子，等一下我就要进去这个派对了，拜拜。好，我的好哥哥，请出来。